所以哦，各位记得啊，你的线啊要穿过这个洞啊，因为它会左右移动嘛，所以它就会平均了、啊。以后穿线的时候要把它穿过去。好了，继续丢。落水羊，没有真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to。我今日走来一个足奇怪所在，你看我今日穿甲遮尼休闲，遮尼居家无，就走过来钓鱼啊！啊，今日甲阿弟来，阿弟底下他已经开始搞了。然后这附近呢、啊，很多人在钓诶、欸。阿弟跟我讲说，这里啊乌龟鱼特多啊，所以问我要不要来钓一下乌龟鱼，当然是好啦。那我们就开始搞吧。乌龟鱼一发入魂。没有，没有一发入魂，再来。会不会打龟啊？今天目标鱼是吴郭鱼呢。哦哦，那什么？很大一坨，可是水流有点急耶、欸。会有鲶鱼哦、喔，哎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中鱼。水流有点急啊，我去下面一点点，试试看。乌龟鱼，我来啊！啊！哟，什么物件？今天除了吴郭鱼，其他都是外道鱼哦。吴郭鱼算一分了哈。对，没中吴郭鱼都打龟啊，中其他的就扣一分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哎、欸，那 lucky， 啊呵，你要不要过来一点啊？大米粉哦。看来我赢定了，赶快！拆得开吗？趁你病要你命，赶快丢你的位置。我是干我亮片，不过应该行，我那里嘎了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好啊，丢看。哎、欸，中了，有吧？阿迪呀、啊，菊花正吃。不是菊花才算分吗？菊花正吃。啊！哎嗨！靠！好，1-0啊！菊花正吃加两分。没加呢，真嗨，卡趴就去食呢。我跟我爸试看嘛。好，久违的 VIP 上场了，试试看。
就不太会震动的感觉、啊、是有水流吗？哎，真的呢，丢那边，收回来应该就比较理想。中了。要再过去啊！为什么一直冲？所以你这样。冲成这样。拿起第二只菊花正吃，我今天真正菊花杀手呢！我这不是故意的，两只的都菊花正吃啊！我的天哪，我自己去搞搞看，如果下一次是菊花正吃的话，我就不要丢了，不然真的是吼非常糟糕。Oh no！这啥？诶，这觉得也是怪怪的。啊！没有，这不是故意的。中了！哎，这算正吃的哦，正吃一分，终于有了正吃。唔讲，另外一支去搞到肚子边啊鳞片，我见个板子，再见，一分继续丢。中鱼了，阿德要上了，站吃两分。刚刚不是炒米粉啊？对。然后我就重新煮干子啊，然后煮完之后就变这样。我忘了过这边。那这样你怎么玩？然后就整坨都在这边。你要不要重新把它塞回去啊？有点懒哎、欸，那么晚。所以哦，各位记得啊，你的线啊要穿过这个洞啊，因为它会左右移动嘛，所以它就会平均啊。以后穿线的时候要把它穿过去。好了，继续丢。落水羊。没有，正吃。我刚讲完话甩出去，马上咬。你看，你看，有没有？落水妖，落水妖。三分呢、啊？更小。嗯。
丢了那个地方哦。这里。不是鲤鱼吗？好，丢丢看。啊，不对啊，你骗我扣分。除了无国语都是外道语哎。哦，表姐完美，你看，我姐插袜底下帮我挡住鱼的视线，有看。中了。哦，哎，阿迪正吃四分，正吃，看来我的作战策略完美，继续搞。各位，太阳快下山了，我们也该撤了。然后今天我还没结算战绩哦，对哦，我记得应该我是四只吧，应该是吧。我去问一下阿迪，看他几只。哎，要收工了，你几只啊？多少？三只哦。看来我赢了哎，我四只哎。果然是无国鱼之王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阿迪三只啊，我四只，哈哈，险胜，很丢啊。浪了半小时。啊，对哦，你刚找米粉找了半个小时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子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没关系，就看这里啊、哦。